今日咧就想試一試少少個新嘢。有冇發覺咧？其實喺馬來西亞講廣東話為主嘅地產討論站或者地產即係房產投資，即係冇乜幾個，大部分都係華語啦。即係我識得嘅，即係 agent 係華語啦，Tony 都係華語啦。Victor 都是華語啦，有其他都真係冇一個係以廣東話為主嘅。今日到今日咧，就想唔知點解就想做一個新意啦，想做一個諗一諗，其實廣東話嘅市場，尤其是廣東話喺房產投資市場，係咪真係做得過呢？咁咧就喺一個咁即興嘅底下，橫掂都冇乜嘢做咯，塞緊車就不妨留言俾我啦。你有咩話題比較有趣啊，或者係大家想首先討論啊，甚至乎分享啊，即係我呢條片咧就即係好即興咁拍嘅，就會 post 喺Insta 啦、Facebook 啦。So Insta 就係 William.Wong.86 啦。Facebook 就是 William Wong 啦 ，so 就想真系聽下大家的意見，一個如廣東話做主題嘅平台，即系 work 唔 work 嘅咧？有咩話題係雖然其他平台、其他語言嘅師傅啦，都已經討論過，可能呢一個平台你發覺真係幾有趣喎，都值得討論一下嘅，都俾我知道啦，唔該曬大家。